今天带大家来到澳洲的玩具反斗城，欢迎大家。这里的玩具反斗城有很多 Monster Truck 怪兽卡车，这一台特别喜欢，因为它是一个狗头的造型，非常酷，因为我没有看过这种造型的 Monster Truck。 现在好莱坞很红的一个动作巨星，他一年不知道要拍几部电影，好像一整年都在看他的电影，巨石强森。他现在已经不打擂台了，但是他以前的摔跤的玩具还是继续在卖。只能说电影公司的动作非常快啊，现在电影都还没有上映哦，你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雷神所有的玩具已经在加上卖了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